这个文件是做好的啊，如果你要打上面一段，只要打上面一段，那么就把上面一段选起来，这里有一个选择加工，这里有一个选择加工，把它勾起来，它就是打这上面一段的。看一下，如果是选择下面一段，如果要全部打，那就把勾去掉。如果要暂停，要暂停啊，按这个，它就不动了，我们再开启。